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
谢我们的佩康老师，一首英文老歌《Cassandra Burnside》，谢谢我们佩康老师。
刚刚我们老师哈非常的辛苦啊，从摇滚区呢走到 A 区，又走到 B 区啊。可是呢，我发现呢，大家好像不太想理他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有拍手。不会啊，那我右边正是摇滚区，我却变得好嗨哦，所以我才会刚刚改成这一首歌。那我刚刚在台上没注意他。所以老师，你们想要摇滚区还是安静区？老师最好，老师也说。老师说待会要去摇滚区，对吧？有掌声的是吗？你可以看哦，真的，所以右边那边是摇滚区。好，好，来，来一个老师要下去摇滚一下，你要先嘛，那我们两个要先。好，现在要请我了，小提琴老师黑方带来第一首歌，该你了吗？加瑞拉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啊，记得徐老师的演出，给他掌声，他就会在里面停留更久。